我们要去滑雪了。今天后面有神犬跟 Ariel， 耶！就我们四个。对，就是我们四个。哎，不错，我们上次只有两个人，现在有四个人了，慢慢增加。后背热。先讲，拜拜。拜拜。雪看起来行啊，今天雪很 OK 耶，给你们看一下。先滑滑看，因为你看这里。哦，对，有一点点冰哦。山下是因为很多人在刮，所以这边雪看起来是不错的。雪况不是很好，很多冰，所以有很多冰球。会滑雪都知道这个冰球滑起来会咔咔咔咔咔，又要一直刹车。总之，我们今天有两位小伙伴，他们都是滑雪板的。哎，你觉得今天雪况怎么样？有点冰啊，很冰啊，还可以，还可以。嗨，神犬，雪况收手，雪况收手，哎，没关系啦，今年最后一滑了。在雪场通常最忌讳讲当天最后一趟或是今年最后一滑会很有可能带来不好的运气，可以比你上礼拜好嘛，对不对？安全就好，相信就好，大家好好滑，安全就好。 Let's go、加油，你们要在我前面啊，在我才能录你们。对，走吧，你先，我要神犬。go 为什么？摇屁股了，哦，摇嘞摇嘞！听说神犬会撞人，然后我们要在后OK， 太慢来不及。卡到那个冰球。OK。哇，这个冰球耐上耐快。小心，慢滑。先摔一点哦。先摔一点了，不要跌倒喽。还要蹭你一把吗？哈哈哈哈哈。对啊，可以啊，可以。对啊，神犬要被我拍，他在我前面啊。对，那我们两个先下去。你别动，你都不要动，你离我远一点。
才跌倒是哪一招？哎、欸，在别的地方跌倒。哎，还有活动吗？哇，好多人啊！对啊，走，我们去看看那个活动。Send it, let's go.跑掉，但是，哇，太快了！你太快了，我追不上你。我刹不住，真的刹不住，真的刹不住。你刹不住，啊，太快了！哎，看凯尔皮上好陡，好陡哦。嗯，雪很好，视线不好，视线不好，我根本看不到哪里。哪里有爆？对，哪里有爆，哪里没爆。还看不到之前的山那个村庄了，白茫茫的，那边都看不到了。哇，绝路了吧，好危险哦！快快快！哦，我真的看到第一个跳的是，白雪。天哪，白雪！
你刚才滑得不错，都没摔倒过，你在这条线摔了。还没拉住。也是我眼镜会比方便，也不是、欸。对啊，我觉得我们还是拉下来好了。脚抽筋，因为他说他刚用力太猛，但我刚也用力很猛，因为那个山顶真的好斜，而且好滑啊！真的，哇，Tony倒了。
神犬跟 Joyce， 耶、yeah ！这是我们的山头，耶、yeah ！耶！哎，对对，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只剩我们四个，要走一起走，不然落下一个太危险了。对啊。2023年的雪季结束，耶！完美结束，哇！太好了，耶！会找到我们吗 ？OK， 我们就回家喽，拜拜！拜拜！拜拜！去吃煎饼果子，当然煎饼果子要拍。好，煎饼果子 ，OK。OK， 好。好，今天结束雪场，我们明年见。拜拜！拜拜！我们滑完雪了，来给你看看什么叫做车子结冰的，你听这声音。哦，好遥远！我们现在到买煎饼果子的地方，我们要去。还有八宝鸡。对、哎、我们要去吃点心。去吃点东西，好饿，好饿。对。我长得好像黄明志。你这样一讲，我突然觉得，因为戴这个帽子，黄明志还戴这个帽子，这个是好像，还要留着胡子，这个是胖版的，黄明志也胖，好不好？天明果子干杯，天明果子干杯，天明果子干杯，耶、yeah ！欸、超大的，你看，跟我脸一样大。虽然说我们刚才说你要录完，但是超好吃，料超级多。